新北市长侯友宜在今年国庆日的时候表示，新北市将会扩大举办109年的升旗典礼。新北市民政局的脸书粉丝团“新北民政”公布了元旦升旗邀约的影片，除了市府的市民广场之外，全市29区都会举办升旗典礼，让美丽的国旗高挂，国旗歌响彻新北。新北市元旦升旗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新北市政府迎接109年，将扩大举办升旗典礼。民政局脸书粉丝团“新北民政”公布了元旦升旗的邀约影片。届时，除了侯友宜市长会在市府的市民广场和各界贵宾参加之外，包括了偏乡的29个区公所都会举办元旦的升旗典礼，邀请市民朋友踊跃参加，让美丽的国旗高挂，迎接新的一年。而外界认为，这一场全市总动员举办元旦的升旗典礼，有选前带风向的政治意味。市府方面是表示呢，升旗典礼不分党派，欢迎所有人一起参加。